我抓了，你觉得你们是不会得到东西，只有抓了那个，只有杀掉或者是杀掉那个才对吧？第一次会得到的是科技点，你手杀的话是得到科技点。 然后，帕鲁，你说一般的金色铠甲，帕鲁啊，换铜手是帕鲁金属头盔的金饰的，哎，帕鲁金属铠甲，那么多款。 没有一般的帕鲁金属铠甲，没有金图纸，只有他的那个帕鲁金属铠甲，只有耐寒跟耐热的金图纸，耐热跟没有耐热耐寒就那两只啊，就混沌骑士跟圣混双骑士，对啊，刷图只要找他们两个刷金图那个耐热跟耐寒，赶紧。 动手吧，空屋，没有换铜手是拿来打空屋龙，然后你抓到空屋龙，然后再带着空屋龙加幻夜兽去打那个双骑士。好，那我们再说，这个是我目前想到的解法，就是靠克数去打。那克数打法的话，就是我们要先打幻夜。 幻夜兽是靠我们存那个存，就带我们这些有的没的怪去打，然后打赢了以后，然后用幻夜去打空窝，空窝再打双骑士，然后幻夜换冬兽要变成幻夜兽，因为那边好像那地图都传说，我那次有传说。 没有，有传说。那下一次就是换东西。那采集士是啥小啊？啥小？对啊。换夜兽啊，采集士哎。啥小啊？采集士。采集士是什么？采集士。你就问他哦。对吧？你去打。换东西。你准备好了？OK了。那走。 回来了，还好吧？没事啊，去办证券户。办什么？证券户。我去办证券。嗯，我要去投，我要开始投股票。我现在没钱，我想说看今年可不可以靠股票赚一只 Lisa 的耳机出来。
用 Lisa 的耳机去听 Lisa 的歌，健康。但老板那边好像还有存货、啊。还有，但 Lisa 之前做那只 Sony 调音耳机，老板那边好像还有五只耳机的存货，超屌的，一只大概70000。你玩一阵，喂，喂，我还在，我还在，我还在。哦，对啊，一样站住了。把他引到开过这边，他觉得他在找事。我们关把他关起来，效率太差了。把他引过去就可以。哇、啊，好痛哎、欸！补点东西。老三死掉，操！你有耐寒的金属铠甲，应该有吧？没有耐寒金属铠甲的那个还没有那个好，还没有那个金色的金色耐热的耐热。看我换东西收起来。你那 A 挂、啊，没事。我还是用我的同样战术吧，流动燃烧中毒战术，还要双管齐下。在、嗯啊、哪里？哪一只？哦，这只，对。你接什么？拜拜。啊！我在想，可不可以同时中毒又燃烧？可以吧？我是同时、啊，那可以。我可以。可以。看、嗯，那他一次70是加68。嗯、啊，那我们其实找到最快解法了，异常属性流。金玉长属性的那个伤害是太高了，八伤，他打八伤，八伤。但有些怪就没有办法吃，只躲过吃皮。吓死我！对，他爆了。那还要重按属性，但其实对让野怪动按属性其实没有什么道理。我发现有那个还是有差哎、欸，有那个什么东西啊？那只鸟，我觉得机动性还是有差。我是一直都习惯在地板跑来跑去。没有地板跑出来，会有那个会有死亡淹死啊！不过死亡淹死，所以我最好是机动性，不要防错有点低啊。这也是卡那一道冰锥，我觉得冰锥那一刀有点难打。他爆炸冰锥也很靠背啊。爆炸冰锥，他射出来那个冰锥都会爆炸，那点是很靠背。那个什么，他的那个叫什么？哎，你要试了 ，OK。先试试看。可以啊，你试啊。传说冰帝，冷血贪吃，贪吃还好啊，贪吃有到很满很满叫，这还可以。下一个换谁？
你有更好的，你有好的边地吗？你有好的幻灯手吗？因为如果等一下，如果我真的带去打空窝龙的话，我希望一次过。一次过，单要过吗？不知道。我觉得我要准备1500发哎。我是在我是想说他有可能不会柴火，所以需要直接带火属性去烧。空窝龙火属性种出来吗？空窝龙是贪吃的效果。保护度加下降加十，反正不想所有的，我的空窝龙全部都有。欸不错欸，边地加冷血的话，提升冰属性加30%，然后一个 debuff 是贪吃，那个还是很大。睡不觉，我把子弹做出来，我就去打。要带冰属性啊，打空窝龙要带冰属性。除了换冬兽以外，你有可能要再带个一两只。我想一下，冰属能出来打架的很少啊，我觉得很大机会一被套带走。我也是这么讲。能出来打架的太少。能出来打架的冰属哇。我带两只幻灯兽好了，受不了。幻灯兽带好，带好带满。然后以我们那个存活为关键。云海路带着，有可能我们真的需要用云海路去放风筝。需要吗？放风筝？就是那个骑着云海路，然后射一下，然后跟怪物两个人。就是走180度的，就是一直你就丢在他后面，然后就180度在那边互相 A 他。嗯，顿时心急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特别混。边地凶猛，估计指挥官。你要不要啊？幻夜兽？不用位置。幻夜兽是冰属的吗？没有，它是暗属。但它也会，它也会那个幻冬兽那道冰色子冰的翅膀。不用，我有那个顽强肉体跟突击指挥官。不用，先给你一只啊。其实我也没有，我就是有。没有顽强肉体。对。好像是你又冰库，又突击指挥官，又凶猛又粗暴，杀小。我是觉得可以骑在他身上，然后改属性，然后去揍了。把你的子弹改成冰属性去揍他。好像这个是我讲到的一些好方案。但那只不见了，靠不了，杀小。最高感受，你是有其他字好一点的啊？你是有其他字很好。你说幻灯兽吗？对啊。幻夜兽的话，我现在手上用的这一只是传说凶猛，然后夜幕。夜幕怎样？暗属性攻击力加十啊，够了啦。对，如果要刷到暗属性加20%的那一只。你只有混沌骑士啊，混沌骑士身上有一个暗属性加20%的磁条。顺便做一下打幻夜兽的，幻灯兽的，我直接骑幻灯，幻夜兽。我想说是等下骑幻夜兽，然后去对他吐毒，好像有搞。你说那个空窝龙？对啊，因为空窝龙，我现在想到的打法还是那个以那个异常状态，就是打完异常的，它有异常状态我就跑，然后等异常状态解除以后，我再去上异常状态。那谁要习惯？
啊？那谁要吸火力？好，没有中。然后他出来中你，压速度超快的。还是换动作算是、那个？我是在想说，我但是我然后拿跟他 A 完，然后你上完 buff 以后，你上完 debuff 以后，你拿人手走了，但上完 debuff 以后，你就直接骑走，骑离他的攻击范围。然后你换你出，然后我就在那边撑到他结束，然后你再回来，因为有一定要有一个人卡在那边。啊，如果对啊对，如果你在逃离的过，你逃离掉以后的过程，我环电挂在那边，你也可以慢慢的骑回来，那可不可以救我？就是我们两个一定要有个人活下来，然后继续上他，对啊，然后把另外一个救起来，然后帮他上底吧。干这个，你出他妈超难过级。抓只那个我喜欢。我是想说，你直接骑云海路上完 debuff 以后就直接逃，是可以。我是步枪比较弯输出。换夜色。嗯，所以你换夜兽、换东兽，你没有想要再多刷了吗？说之后，我说你应该没有，除了图纸的刷以外，这样应该不会再刷它了。应该不会。OK， 那我现在。看他那个金帕鲁金图图。呀、yeah。那是金的，金来说差。金的有差最多的。但空窝龙是金色火箭筒。空窝龙就不用说了，空窝只拿来当载具而已。没有，我说空窝龙的，他身上的金图纸是金色火箭筒。那个还好，金色火箭筒我觉得意义不大。攻击力14000，攻击力14000的火箭筒。但可是你要拿来打怪，还是有点不太容易啊。我比较怕的是怪被卡进去土里了。啊，你拿走了。你要来做一个换夜，换夜。你确定你要？那我就做。哦，要啊，我要。换夜兽，你也是做换夜兽的。啊，你换夜兽要让他学会剧毒射击哦。剧毒射击跟鬼火，在下面的果实的那个箱子里面有。巨毒射击跟鬼火是属性的吗？暗属性的。鬼火是火的。啊、没有暗属性，暗属性，但是它会有，它有几率可以对给对方上底很少底 buff。然后巨毒射击的话就是毒。这两道 CD 很快，这两道 CD 在十几秒吧，十秒内，所以它会不断的一直放这两招，然后再给它配一招暗属性的大招。鬼火，对，这个 debuff 流可以吧？直接往对方脑袋一直放这招。OK， 我看要换夜兽的安，我把它扔到底啊！看他可以飞，看他飞好快，看真的，他飞很快，看。你可以把它拿起来飞飞看，好快，看。我是天马，好快，他是天马来。对，它是圣天马，冰的天马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干嘛去那个啊？我干嘛去用那个？所以花香。
但是不用雷兵鸟啊，换一换换掉，操！这个比较快，比雷兵鸟还快，它比我家加的那个雷兵鸟快。它小雷兵鸟都滚。不该死了，就待一分钟，换一点。他们什么树？记得。冰属、啊，他们是克贝克克冰属啊。对，风火龙是冰属克他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以我是还是会带冰属性打的。然后我记得看一下云海路，记得帮他把技能都换一换。你要换什么？冰属的。对，那个钻石星，钻石星辰诶。他有一招什么钻石冰城。然后如果你还有一些水属性，但他是水属怪，但是水属怪有时候都会通一些冰属性。安冰区，我的冰区、嗯。或者是你直接额外让他去学一些冰属技能，我记得我们冰属技能还有很多。生玩家攻击18，冰刺哎，冰刺，其实冰刺有搞哎、欸，攻击就34也是。冰刺，冰雪飞弹，冰刺的冰刃效果，对，冰敌。那是暗属，那我先丢。我先丢水。白兔，白兔，我再给你一段动作，让你去补换动作的水。因为我还有其他东西可以放，我有其他东西可以用。那好，那就你都满了。我还有其他，我还有其他恶心他的手段。我有刚好是副牌，我忘了，我加塞出来进去。副牌了，其实但副牌太大只了，很有可能被他一招大招直接灌掉。刚翻新了几个，那个跟钻石升级，龙会星，等下，啊？他学会奥奥去解锁，等下，你要解，你要解锁招式吗？对啊。你要换招式的话，你把你开启。队伍派那边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他是说他学会了。对啊，他你他下，啊你点他的三，你点他那三招主攻技能，就可以把他的招式改一改。他没有选线。啊？他没有选线出来。没有吗？在主动技能点开也没有。对啊。嗯。你点进去那只怪物，然后他主动技能那三招，看你要把哪一招换掉。暗黑雷射改冰晶之翼，幻夜兽也会冰晶之翼哦。他有个那个幻夜兽、幻冬兽那个冰冻翅膀去撞的那一招，我觉得都很痛。那招很痛。那招我如果没有那个什么天晴眼，那完全都闪不过去。他范围太大了，如果太近，他如果太近，几乎没救。我过去了。OK。非常恐怖的。你去哪里？嗯。你就快吗？这边非常不需要开。好像有点，但重点是风波龙那个点就没有任何靠近的点可以。对，你走错了，走错路了。对。但我为什么要骑这一只青雀？我觉得喜欢换颜色就好了。话说跟个鬼一样。超快。好扯，这很超扯的啊！传说，难怪有传说级的怪，就不会想要骑其他忍者怪。流沙小，那是超快的，只是他没有比那个什么，攻击还要快的。
嗯，这方向对。就到了，那边。救命啊！不是吧？靠背啊，你老娘！哦，出来出来，吓死我！你就打了。Hello。太快了！他有个人，你先干嘛？靠背啊，他不是你家。我也是。我现在想到了那个。二属性被龙锁住，你刚来一个顶宝，他也会龙锁，他也会火属大招。诶，奇怪，怎么这么好打？怎么那么乖？超乖的，是不是很乖？哇，超乖的，怎么那么乖，大哥？
慢卡着掉。还没着火。不问。Good. Goo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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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.多难打也没有，所以我们，我们以前都拿电鸟枪来打他。我上次打他是拿猎鸟枪，然后，他妈尊重尊重，要叫我开大招都打不过。那什么抽不到他？那兵剑，兵剑是抽不到他的，可以吧？兵剑呢？我兵锥不错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嗯。等一下，我回兵线了。他刚才那个，队伍攻击有点大。嗯。那个火车追踪弹超好的，被打死了，兄弟。可以，那可以。看起来是有机会可以抓很多只蜂窝的，你不要玩，会抓吗？大小，我说，我有个传奇的，让我算是4%而已。大小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球？你是什么球？用那个传奇啊，用传奇，一旦用成普通，传奇19。OK， 有没有球？大师，你要丢吗？我要打给你丢。我没看到你拿这个保险，看保险靠背。没有了。哦，有了。哇，传说神龙。傻小啊，龙主啊，龙主官，神龙啊！我现在只求空窝龙的神速而已。什么神速？哦，你说那个？他有神速的话，他会飞超快，看他喷，看他喷射的极干快。他反正喷射极快。我做一个安，然后打方骑士。大家再陪我等两天、啊，你等下真的可以。还有时间陪我打吗？我现在12点了。来做啊！然后再陪我打几只的，打个一只的。50个电路板，好。需要更多聚合物跟更多的水晶，操你妈！我完全不够，先睡吧。没事，我要先拿个弄机去捅我的，然后带着捅我的。1小时了没？还没有，你才刚打掉而已，所以我们要剩。
从现在开始算两天两夜。嗯，怎么感觉变黄开了？先看那个吧，先看那个谁啊？圣剑命运开了，圣剑命运开了就会打用。哪个命运？那个剑圣。哦，那当那个是这个。那个应该是要多少？就以那个为标准去那个、啊、去打。不错。然后子弹我再做一点，子弹再多一点。子弹消耗比我想象的还要少，大部分都靠怪对打，老是真的。半多数还是比较强，还是太强了。人家空窝龙也带着啊，你那只空窝龙没有 debuff 吗？没有，好，还好，没有 debuff。现在只要要求没有 debuff 就好一点。要求记忆要是干嘛？我要重置我的技能点数。你要重置你的会技术？对啊，我要换血跟，我说要换血跟那个。那你可以干嘛？我是都一直加在，我是一直都加在那个啦，我是一直都加在我的负重那边。我是负重加血，可是。我觉得还是要那个，不是我是负，我有点几个体力跟攻击加全部加成，我负重打三个有1200，然后全部剩下全部点数。嗯，还不错。他们也说的啊。我去拿光环去拿帕鲁，那我就要做那个。安出啊！嗯。嗯，看我的。嗯。传说冥王。传说冥王。看，呀，胖子去哪里买东西？去找那个。找流浪商人，是流浪商人吗？是流浪吗？去沙漠城镇看看。沙漠城镇应该有。说这个大，传说这个大 buff 就可以。传说这个，传说是怎样？加多少？加什么东西？加多少东西？那个攻击20，然后防御20，然后移动速度10。攻击20，防御20，移动速度加10。对，加十。是传说，它都等于是一个等级，一开始就出来就自带那个。对啊，所以50等的怪还是非常强的，就是强这个。可以看你的怪，你的怪应该也只有幻夜兽跟幻冬兽可以。现在应该也只有那50等那几只传说怪，攻击力可以直达1000吧。一般的怪没有办法直达1000。一般的怪，你看我的青雀535。攻击力535，然后幻冬兽42等，大概攻击已经996了。攻击力很差，攻击1000。对，所以我就在想，那只1700的格里芬到底多恶心？攻击力1000的格里芬，
他们用那个声音生完，用雕像声音生完。对啊，我雕像都生完了，生死，我只有生那一只，其他没死。好啊，一件好秘密啊。去找那个可怜的兄弟。我要照顾爸。缺小灵魂，靠背。你要打剑豪，剑豪还没。剑豪还有一分钟。还有一分钟，那好，刚好。然后等一下就照这个顺序去说吧。嗯。所以下一个是那个，下一个是焰龙，焰龙，然后慢动作，然后再恐怖。然后这样照这个顺序来一轮之后，我们两个都有。波龙之后再去，快了，还没有，还是不再再去干双骑士这样子。嗯，我说我说，应该可以来得及在你回去前干一次双骑士。不干双骑士，干不干？双骑士是最后王。双骑士是最后王。双骑士。通常大家会把最后一只摆风摆那个，大家最后一只通常会摆恐怖，但是我觉得幻冬兽打完就去打恐怖，这样子比较顺，因为幻冬兽真的就是专门防一个恐怖龙，你把那个翅膀刷一下180级，看可是我们这样打一打，我这样打一打，我觉得那个谁啊，我的双骑士比空还强，啊，你是哪一只？双骑士比空还强。要抓他的吧，他的防御力怎么样？要抓他会死，他会死。靠，别他们死了，没有。打，电波，走，去找人。哦，那带那个天启面，天启面可以直接飞到这里，超刚好。有够舒服，我这边踩空跳，可以去跳，可以跳。这边踩流火，先踩硫磺再进去，因为我记得好像有拖三四分钟都还没有。好，我快要成功了，快要成功了。先抓一下，我觉得幻冬兽比空卧龙还难打。幻冬兽，幻冬兽比空卧龙难打。我是觉得空卧龙他们要抓全一个。你觉得他是被我们那个外箱死掉了？我是觉得他有点被卡点卡死。太快了。金闪丹，你还记得是谁？啊，谁？金闪丹是谁？金闪丹，对啊。金闪丹，金刷杠。金刷杠，金刷杠是那个45等的族群，沙漠那地族群。我想金刷杠用来，要不要用一下？金刷杠，金刷杠很强，385攻击力，然后可以装12发。嗯、没有，我觉得问题是说，我觉得后面的怪好像都不适合近身，靠腰杀血。可以啦，我办得到，我是办得到可以刷攻击打的。用的 list 再加一个朱雀啊。我进去看点。已经看一下，我都没去采访，有人跟我讲的。
进步一点。来了 ，OK。OK， 好。三分。他得被暗处打。啊？他得被暗处打。三分就不用补。你后面靠边，没打到，拉到多圈圈，圈圈魔族很大，我那只要补刀，换动作会被他扛。这种天葬武器最后还是拿来采矿的。你那个换装兽，接下来换装兽，准备一下。有点黄怪，有黄怪，黄怪就可以不打。那个采硫磺，硫磺给我，硫磺放箱子，我顺便做一下。就子弹做回来，那突击步枪真的是太那个，太缺钱，好耗不掉。好好好 ，OK， 好了。Okay. 奇怪，太多了，三千多，我想起来。光环你还带在身上？什么东西？光剑。啊，对啊，靠边一截。我要放光。他就去找六色方等一下，不能做嘛，再换空路。小心，高温体质是康的。你们那边是去哪里办那个？你竟然办那个？那什么东西？正正就是。对啊对啊。我是用那个、啊，我是用台新的、啊，用的那个，就是用我的东西。用我的那个旋转账户去办。旋转账户，你说那个谁？潜水用，就是转潜水那个账户、那个。对对对，我意思说国军那个，国军那个。对啊。对啊。认真来用一下啊，对不对？我属性二点。但我还是要带云海路，云海路一定要啊！换你那个跑断腿好大不啊？
最好是换夜市。算了，那台路先下去。台人在那冲他小操。嗯，绝对零度之间。你总还是还是46的。你在练？你不会练的。没有啊，那么这有会混？这样会不会这样讲？我是疯狂乱抓。今年来，我都想到这个。不知不觉就把那个等级拉上来了。他也是算是鼓励你每一种怪要重复一种。对啊，他这样变相鼓励，所以我觉得他这样设计，他帮谁？他如果真的是这样设计的话，那表示是他们是在有在打磨这个游戏，要有非常明确运营。你知道这种东西，你到时候一定会有那种经验值爆炸的问题，因为你想让你从一级到50级。然后从那个羊到后面那个大关，那个经验值就是一个数字。你要做成像10只10只这样子，其实我觉得是有难度的。开打，然后你可以刚好50等，然后你们要不要倒杯？喝啦。那爸爸看到，很好奇。风魔总会死。风魔是很多火，呜，好痛，好痛。风魔总会死人。你别讲风魔总会死。风魔总就会被他砍掉。那空魔直接被1/4血干掉，好可怕、啊。传说级对传说级的时候，还是要拼特殊。那为什么我的马在抽血？是你打我的。拿来抽死对吧？刚好在上面的时候就抽死，不行。重要时间你竟然排不上用。我干，不行，我等下要做子弹。换夜兽可不可以不要打、啊？再换夜兽，是。好呀。我要换夜兽卡巴。谁？我要换夜兽卡巴。嗯。你换夜兽不屌不动吗？不会动。是我靠，别人下去是他都是我。看我那火鼠的还没有抓、啊，火鼠的那个疾风种还没有抓、啊。是。三兽猎区，一切的怪都在三兽猎区。然后就50等，好像。然后我觉得他应该后面还要出，那我觉得他上线要开多久？你等级提，等级再提升的话，什么我就是好奇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提升。因为还有光速武器还没出，就是金研究所的光速武器还没出，可能是60等的事情，60等就可以解决的东西。
因为以前，因为以前像火焰喷射器这样子，你知道以前的那个穿梭爬炉球大概42等就可以做吗？最一开始的版本，好像真的假的，就是刚开服一周那个时候，穿梭爬炉球是42等就可以做，后面被延到45等还是46等，对吧？那我觉得火那个什么丢手弹，你不要逃走，大冒烟头啊！烧起来了没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网上有看到有说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。你如果打焰龙的时候，带气儿龙，它会有那个加成，掉落加成。它那也是要做它的安吧？还是不用做？只要你用气儿龙召唤就可以了。气儿龙，你就打着那一只。对啊。好像有这个样子，好像有加成这样子。有加成，他有说，他说掉落率增加，有掉落率，总共瞬间嘛，那还有修好，现在没修好。不行，这个一定要办那个。我步枪当没。你是步枪，你是步枪还是突击步枪？那个我是单，我都用半自动。哇！我拿剑跟他拼，又是难受。看我被，我被冻住。又是难受。下个换你。又是难受。需要你说话，跟我讲一下。可以啊 喜欢玩火，好悲呀，还是二十五块。我想先玩火，喜欢玩火是那个吗？火属性的。不会用火，但喜欢玩火。换灯说喜欢玩火，你有什么毛病？你要直接接那个吗？直接接那个吗？工作值班吗？干嘛睡觉？好吧，你睡觉，睡觉。先睡。你那步枪还没做好呢。而且我的拔蜡也快没了。我那这边有发火器官控。3400多个，那是要什么时候用的？一颗也只要用一个而已，我可以丢3000多颗。好可惜，这位兄弟的哪里啊？看这气王在，看有两只气王在货柜上发呆啊，倒飞啊！那里来了是吗？从那个乙级跑出来，乙级路口，乙级路口不要了。对，好像有特殊怪，冰的嘞，冻哥的，怎么样？给我。
不喜欢吗？哎呦，我们受伤了。双哥，那不是错。很怪，奇怪，干嘛一群白痴吗？小麦捡不起啊，全部卡在这里干。让他们坐一下，等准备一下那个什么空窝龙打完就要去干终极四。没有，朱雀，朱雀要不要先干一下？对，可以啊。我先干朱雀，蛮多需要做。有多需要？朱雀干，我就先去干空窝龙，我有东西准备好。先打朱雀，朱雀我们再回去准备。朱雀多简单，朱雀很快。朱雀，按照排演换一换，做完就行。朱雀，我们已经到朱雀点了，太快，很快的。到了公角了，然后那个永远同心会那个茶主会顺便干掉，同心会茶主能打吗？顺便干掉，你走错了，他突击不要突突突就死掉了，还是要去打赢同心会茶主，为什么？有主要是有风格，换动作之后，全世界就跟鬼一样了。那换动作会变阿 Q？ 没有，我刚把它干死了，很快，非常快。哎，大哥，走太远了。对，是真的。我没看到毒品。看到了。我想给出去了。看到这只。很快哦。另外，水瓦也是一般小兔的。想法，顺便抓一下。你再丢一颗水球，差不多了。啊。对啊。
我大大被死掉。算了，下不下头下头，都大下去还会死。好来了。散弹枪，射击图。你需要杠拿到？对，地下杠拿到了。那好了吧，我们终于有一个结束了。有一个不用再拿了。我是对面去的。太健康了。哎，而且因为你开有两倍，所以我拿两张。我拿两张没有用。然后前面的箱子，你自己先做一下。OK， 准备一下弹药。那我想要那个空窝龙打一打之后，直接换那个，直接换打那个圣光骑士。刚来一个，先过一过。如果有金沙钢的话，我就会拿金沙钢去前面做了。我先把金沙钢放起。哎、欸，那个金沙钢记得去放去那个哦。你看 OK 啊，金沙钢135个聚合物啊，那 OK。我已经做200个出来。等我一下，回去。我拿手机回去。家庭过重了，没有你的聚合物在我身上，对吧？首先要过重，家庭走路了，所以你可以来新家帮我拿一下那个，拿一下水晶，水晶，对，嗯，新家，阿姨那个。就好像之前的水，就是打石炭的时候的水晶，你去箱子看一下。没有，这边箱子没有水晶。另外一边，后面拿石炭的箱子。没有，都没有。后面让我拿石炭箱子啊，在我正前方，你走到底。顺便把石炭捡回来。好的。没有水晶吗？看，一个怎么会采水晶呢？你看，缺水晶吗？我今天要做什么？做路板。结果靠对、嗯、我巨头放进去了，你看一下，你看看需要干嘛，你要借助弹药啊，公牛龙就带刷杠，靠弹药从四发，所以你要拿多做点弹药，那我的看看我的弹珠弹还有多少，105发，我的小弹可以休息。
我的一般需要钢铁休息。干，少打一只就很开心了。开心吗？冰棒。这个要打，不错。我在想，你知道按，你知道对着你那个箱子按哪，它会把你的那个，如果箱子里面有东西，它会吸回去吗？什么叫吸回去？就是如果你身上有石炭啊，那个箱子里面有石炭的话，你按 R 可以把，或它会把你身上的石炭跟原本箱子的石炭合并。就你还会自动帮你归档，自动归档。是，自动归档。对、啊。如果你身上有带，如果你身上有带箱跟箱子有一样的东西，那把你的身上的东西直接归进箱子。哦。感觉现在血金属定唱。龙，我的火属龙，快出来杀啊！解放之龙出来烧炭。看，怎么缺重重的叫金属兵？放火。一般金属，没有没有，金变金属。你等下做彩蛋降子弹也要用到，回家取。那、哦哦、我不是做超多，我不是做超多的。超多什么？还有这个新家，要把新家，新家能拿过来？对。那新家现在有没有？我现在在扫了。新家扫出来就卖。不在那个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也烧一千多个。我记得我昨天晚上，我记得我昨天烧超多的。对啊，有用啊。有用。通通用完了。我现在带两百个，我要应急一下。我家里在烧。一个手术，做一个手术，冷冻冷冻死哪去？在分彩车上面飘。我做完了。完了。哦，你做400，不是我，我做400多吗？这是 Max 吗 ？Max 啊。啊 ，Max。人家可能要再去挖一次那个。有黄干，彩纸不行，空窝龙手，彩纸三，空窝龙跟彩纸，操！
做这些量呢，是打算空位干嘛？我得去干那个，干就是空骑士。啊，那我要省弹药，我要省弹药一天。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吧，可能待会准备会有一点那个不灵感。你干到混沌骑士的时候，先给我。暗手枪，对，我要拿来做隔离层，看可不可以做出我要的隔离。稀有凶猛传说陨望，是地面的隔离层。我要刷这四个词条。为什么感觉枪子反弹枪没有在动？枪枪那个，要放的那个，不是抓哪受不了？妈的，烦死！要放的那个，对，我替换我的手工了。手工外修，还有手工狼哎。感觉抓人来做，操你妈！感觉不想工作，操你妈！好难做，看他是搓超久的，搓超久。回到电话，这张历史诗人，耶，我马上过来。好久了，天哪！进武器，金色装备都出很久。出，没看子弹。金子弹还出一点。为什么这家厂商是什么欧美的厂商吧？这家应该也是欧美，还是他自己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很少看到欧美厂商在捏脚的时候可以放爱心眼。这不是欧美，是日本厂商吗？是日本吗？是日本，它是纯日系厂。是吗？你他妈想想，我们角色怎样？落肚脐耶。你现在欧美吗？是可以这样玩吗？啊，爱心眼，我在讲说爱心眼怎么可能是欧美厂商？对啊，你摸那个落肚脐，就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绝对不可能是欧美厂商了。欧美厂商找落肚脐，万一直接被干一万了，是吧？你说是吧？哇，没电，电力不足，其实。熊嘞，熊干嘛呢？熊在泡澡，操啊！看，
电力不足，全部都下班了，靠腰啊！很多人都停电。谢谢。什么鬼啊？看这个懒觉球。哎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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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个充电，操！别睡觉了。火焰。哇，真的。我想说怎么都停工了，给我充电充电，看你还在偷走，你充三小啊，你要充电了没？把这个懒觉球换掉，他妈一直睡回去，我要出去了，把它换掉，他要充电，他要充电，要快点充电。他们没电，他做点饭没电就搞笑了。我想说我怎么不能往下住？还是要换皮底犬？对啊，皮犬和皮犬一样，它是发电三，皮犬是发电二。对啊，但是皮底犬只会发电二，它只会发电。这样他就不会，他就不会四处绕弹。你看看，不行，还是要换大只的。你看那个煤罐太多了。没电。你看看，他越充电越少。然后会散发电流。你的辐射数不会高啊？你瓦数不会高啊？他跟你推，要停工了。OK 啊，你看，我真的要去禁猎去抓那个了，乌鲁杰克斯了。OK 啊，我们好像没有放电视了。OK， 等一下，谁啊？谁啊？早上好，帕鲁。早上好，帕鲁。喵。你也是刚从科技厂出来的帕鲁。今天感觉差点死掉，辛苦了。发烧是烧了两天两夜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哎，真的流感了。我流感哦，干中奖。40度烧了两天两夜，我竟然没死。啊，干，你有在工作？你在生病的时候还有工作？没有啊。你请病假。啊。我以为你会成为那个生病还在工作的帕鲁。算了吧，那个操作失误几百万就没了，我可不敢了。机械手臂一斤就200多万了，你玩得起了？也是啊。那我一卡到一下那个机台，你就挂赛了。你的风险有点高。是很高啊。机台的单位是开的单位，用亿来算的。正台，正台下来亿来算。就那个钢铁厂的，跟那个澳钢铁完全不一样等级的东西啊。马一顿打吧。OK。直接去打空窝的，去搞空窝的。我俩好秀个枪，然后OK， 继续。我都烧到40度，烧太久会看到幻觉，好可怕啊！你看到什么幻觉？看到我的脚挡在，我看到我的脚挡在我的手上面。啊！我操！我操！看你是嗑药，你的做的梦会掉线子。哇！这半夜突然被吓醒，靠！脚挡在手，
烧了40度，烧了那么烧了十几个小时，干！我操！这下记不太清了。我看你竟然可以认真跟我讲话，我心中的大幸。哦，看来我的生命意识真的很强横。时间还没到。看来死神还没要烧我之前，我都可以随便作死。要乱打。那你可以像我一样啊，每天上班之前，先抽大概四根烟，然后再开始再喝一杯咖啡才工作。死神很快就把你收回去了。哎呀，能不用我太久了，50岁就差不多的了。完成不好的消息，我忘记带换动手了。我去换了，对，我去换了，我去走，直接走他就。那直接走，我觉得接种就是可以。对，我改一下刀石的。你改好，你最好跟我讲，我开枪。好。完了。OK， 可以了。好，可以。嗯，那就是。这招要闪，他这招换动作要闪。中毒肉，中毒肉，开心了。靠，那招真闪不掉，我懒觉。换夜兽也要他小了，动。
啊，龙属性为什么还会有火属性？有火属性 buff。龙属性也可以燃烧，可以燃烧。我说，多少血？多少血开始？可以了。你抓好，抓好，因为我不抓不了。你要消多少？再消一点，再消个两。你控哦，你控哦。你这么久丢啊？大哥的，丢。传奇丢啊！传奇，再改大哥。传奇的话20圈。好，那只球没过来叫，可以啊。这是。红桌神龙五小圈，这是九流黄矿。啊，整完就直接上去了。等一下，要以龙属性跟暗属性为主。OK。没有，我很强大。这三三三张。你有空窝？你有办法做空窝龙的干安吗？没有办法。有啊，可以。第三张，我看看会不会做。两千五属性三号，你确定你把你放了吗？也是对。然后龙属性是暗属性，然后我只要做100个建议。龙属性带魔月木，干缺水晶啊，猪君。等等，没有猪心，没有水晶啊，你看不准。金属土的物质。饼干，他这个有在卖水晶吗？啊？有在卖水晶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在水晶的。你看一下，你看那双很奇怪。那我可以，他如果卖水晶，你就要拿水晶出来，你就要买水晶。我带魔元宝。水晶，我天哪！我干了！水晶做不出天花板的花型。
干不行，现在不能做空窝炉那个安，太缺水晶了，水晶直接缺了。嗯，你讲。我准备好了。OK。你的神盾之刃带我去哪去？先去沙丘村。嗯，你把那神盾枪弹药。神盾枪弹药我够了，300多发够。够。我有点够。但我的另外一个画面上面升还是一点太低。这个速度好像跟火灵难度差不多了。哎，对，但这速度跟灵海路其实差不多了。看，灵海路被淘汰了。不能飞得云带的。对，不是吗？哦，看到了，对。不主动吧，对。明白。你说这个用的属性哪东西？混沌骑士是用龙属性，然后圣光骑士是用暗属性。那对空落龙是都可以打，没路没路杀人了。是混沌，混沌的话，混沌的混沌。白痴被你不躲开，操！
可以的，有机会，我看是有机会。啊对，那身体，那头是打不穿的，要打屁股。是游戏的闪避有那个吗？这游戏的闪避有无敌帧吗？没有吧？有一点点，很短，对，零点二秒，零点二帧，两帧，有吗？应该有，有什么感觉？那你那两针是要滚出它的攻击范围，有点难。不是的。眼抓一只。我只需要混沌组织，我就不太管正方体是要干嘛。正方给我。剩2000多血而已。赶紧抓小，抓小，看你叫阿口竟然一个人单干，好扯。喵喵，你抓到了，还没有，这里，你没抓吗？不是我抓的呢，不是我抓的呢，我没抓呢。没有，我说你的那个，还没有。不然你的圣光骑士还在啊？还在。在那边，那是我跟圣光骑士离开了。我在抓，等一下，还600多。我到了，会结束了。那传说脑筋胜天，有脑筋吗？一个白痴鸟，我遇到一只怪鸟。有换动作才是那个。才是一切的起点。
可以打一个一混动作。哎呦，也不错。四十四，那不错。那我看到四十四，四十四是什么？圣天，圣天是无属性伤害，无属性攻击伤害加20%，攻击加30%，脑筋是分加20%，不错。神魔烟龙。哇，他今天很圆满。今天你打到巅峰吗？混沌骑士，还是零？1000-3000多发子弹多了。混沌骑士加……啊好，我要开始生蛋了。这是生蛋的旅程。你十条是什么？我要刷冥王传说，然后继承给魔元龙，生出一只新的有传说跟冥王的魔元龙，然后让冥元龙跟我原本有一只苍焰虎，是有少一只苍焰虎，好、okay. 不对。快点！我把那一块丢完，剩五颗。指定，你是不是落塞了？我很少。苍焰虎难道给我一只？等一下，哎，倒给啊！但我苍焰虎没有刷完，指定了。你现在说，现在说。苍焰虎没刷完，落塞。我刷完的是稀有铁拳员哦，铁拳员不行啊，我要长焰虎。我把那个什么狐狸跟龙拿走了。像长焰虎的身法是要用。我想一下，苍焰虎要怎么生？先睡觉吧，然后我起来做事情。苍焰虎的生法，然后含一体。铁臂猿，铁臂猿可以生。有，你看啊，还有多少的那个？我要用铁臂猿加双鸽龙，然后伸出可以有继承到那个穿梭跟凶猛的那个苍焰虎，辛苦了。还有9个蛋糕，你不用万事了。吃到电火，真不一样，真的吃到电火。哪里？哪去了？啊，行，不要跑走啊！这射铁臂猿。先做，再做生活，做什么？对，我做一只。哎，骑歌手没有人砍树。那小，双鸽龙。那边我比较好的双鸽龙。双鸽龙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哪种？哎呀，双鸽龙是看过才知道。啊，双鸽龙。随机。就随机词条就好了，不要有工作相关的词条。
痛伤手里。痛伤手，那那不行，那不能丢啊。你要五十条，我还有五点之位。五十条六，我不要五十条。然后决定悲伤。黑中大锤。圣宫骑士的安吗？他们是可以骑的。看着他们生啊，这生怎么出来啊？他咽个毒。今天做的所有步枪子弹全部打光。然后又没有弹药了，我要去挖矿了。看，那作案了，作案了。等等，你别放，我只要求你们赶快交货。走啊！你帮我先去那个打那个永联通信会打主。啊？那打永联通信会？我打不是没打过吗？没打过。打错死，我看到错了。玩的那个，带水属性揍他。没有，连属性都不用，你的幻冬兽出来揍死他就可以了。幻冬兽不是连属性，幻冬兽会被克吧？不，他被克但是不会死。他伤害那么低吗？有，真的。但有点瞧不起他。真的瞧不起啊！超难，超难。永联同心会呢？同心会，同心会的高堂。我靠，我们走错高堂。那走去哪里？我走去那个沙漠高堂。沙漠是谁的？沙漠是赫鲁斯。赫鲁斯跟你打过吗？有没有？一样。永联塔的。对。真的，永联同心。甚至都不用出手。永联同心会的怪是什么？就是你救我的时候很烂那只啊。嗯。那只。有电的那个，那叫什么字？哦，它是电属性。这个没电吧？你可以看他的动作。给一点尊重好不好？第一次动画只要看一下。我没看。哦，克鲁克鲁，皮克斯。不要换动作去做他就可以了。你看，五千。
啊，因为那个龙属性，哦，啊不行，超可怜，超烂，超可怜，那就可怜。天哪，1001001001004000，38万而已，然后死了，不用动，我只是无法拿兵，赚钱就可以。中他的4900，我知道不行。他人在外面可以喂他吃饭，可以直接开全关，强行塞嘴里，逼喂吃饭啊！大家卡住了，没事。我的主播是这套也是37点，30几点而已吗？我有只44等，一只37等。不行，要被关厕所了。哦，对，我发现黑色它是会发蓝，是吧？不做，你不做超蓝。那你有没有想要去找沙木仔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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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是有点想要打，我是有点想要正面打的是一勾隔离分，但是我觉得一勾，然后就到一勾隔离。我要飞一下就是，有那个天幕是黑色的。一勾隔离分是哪里啊？是那个。那什么基因啊？基因小组是？你说你要去哪一个基因研究所？啊？你不说一个鬼哥吗？基因研究所的话，在白银城山上。哦，我有。然后沙漠基因研究所，我要换怪，我就要换空窝的。我需要空窝的。把异构隔离分交空窝，真的是。打完这只异构隔离分以后，我还要再用 bug 再抓一只异构隔离分。我觉得必要。先备份，不算，应该没差了。我就不要力气好了，不要乱力气。
要过死，会冷哦。真的是，对的。但是，那还是就舍弃那一招，因为我觉得那招不够，那招还好，本身的隔离真的够强，就是什么黑暗之刃。我看过这只，我看过这只，我没看过动画，所以给点 response， 看完动画好吗？哎，自己飘起来就走了。干你家战斗机！要是还被我们出手，不行，这样好像会死，不会死，会死。伤害的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啊？他的冰属技能哦，差小。啊对，一只锁属性技能对。诶，他告诉我，他被抽到。用圣光之枪，然后放个子弹。不行，我没这么，我剩180了，这样子两个人。我要抽他。那他们全部都抽他。对。你们是打过啊？两只空木龙。那叫是谁来找我？我来找我。我来找我。看，我刚出来就被揍一下，一些东西。可以招啊，那个时候就那一招，好多好多暗中这么久。我觉得这还好，我觉得格里芬最强的还是在那一招那个光速冲出去的那个光速拳。那不是很多都会吗？哪一招？你说哪一个？光速工具那个算是换动作的这些啊，那抓起来好像不行，那空卧龙抓起来，对，好像不行，看起来应该不行，还不行，他们像上一格那么烂。战场巨损，我操！看，真的，那个暗属性的幻风兽会跪他妈的赶不起他。他有人驾驶，靠腰啊！对啊，要有人驾驶他才会那个。他才会动，他不屌你。
下。是空空的窗户。没有到窗户，血量过了。回下得了。血量低一点。干他的机枪，他的机关枪，他的重机关枪是那个，是他妈的那个追踪弹啊，他小。哎、欸，没有到。啊对。这可能要我们再准备多一点东西，来干他。我们再多一点点。多一个，可以可以，看你尊重，操你妈的！对不起，我已经没弹药了。对，这招，招水不错，上招是蛮不行的。这招给我挡住了，打几针对不起。时间来不及，要么叫全空涡轮属性，要么叫全空，要么就是我们换进步枪，然后弹烧，这至少要打1000发弹药那个，照那个数一下。好，不要浪费子弹，子弹放哪？3分钟内消失了万血，是不是？那你给我打，我没法打。用点时间啊，要拖的话还是可以。不可以耗死，可以耗死他，可是时间剩2分钟，10万血可能有麻烦，主要输出不够。我们两至少都要换那个多少。都是我错觉，我觉得混动做的攻击还是比较痛。虽然他虽然不是暴击伤害他，但是混动做的那个伤害还是比较高。混动，你的混动做有什么地方？就是玉山一样，就是那个冰铁。然后冰翅、冰锥，然后铁翅膀，我说那个，我说被动技，被动石头。叫被动石头。凶猛跟毒，传说凶猛跟毒液。对啊，凶猛就加20%。哦，是。我的，我的红龙还没有凶猛。哎，5万血，有
机会吗？不行，五万学院要我们一起输出。五万七，如果再给我五分钟，应该赶得上。那主要是我们要这个打法是 OK， 只是我们要一起输出。我的输出吗？打带子弹不够，我就没分量。一次打到三号了，你这么这个是一定打得赢，就是需要时间。然后我们就去投票子，不然投不好。好了，变黄了，再次。要那个一圈的，要一圈的，先那个让任务师。先不要让他们死。让他们死，我再交出你的十字弓。已经有人交出金闪弹了没？有交金闪弹，那十字弓都过来。真的是，干跟金闪弹够用。你金闪弹来爆一下头。啊？拿金闪弹来爆他头，他睡觉。但有那个红闪弹没子弹。没子弹，不知道二十发，没了吗？七发，一发九，好，一发六，一发九，一发九，打头打。没打到，正直一。你来坐。啊，你坐去。嗯啊下一个，下面一位，好，顺便去踩那个踩油火，有油火吗？有油火。武器，那我就需要钢，要修钢。没关系啊，这边打完再回去啊。反正也不是我们在打的。不行就拿那个戳他。你是蛮瘦的，那你都见戳他。我去铲硫磺，加进去，需要更多的更多目标。我来动摇，
快死了没有、嗯、超强超强卡 bug 没事。我就这个干、啊、死了，你怎么死的？嗯，对，那也是一句。真死了。没事没事。嗯，还有吗？还有。对，我会拍一张。工作是比我快，大小。啊？工作比我快？没有。要几点？哇塞！再一个小时。再一个小时。放下了。哎，再回去杀。有两颗蛋。有两颗蛋。OK， 赶快去练，赶快去看多少。你把硫磺都放下来，放不要。硫磺直接给我。一堆箱子里就好。我蛋。你两个，他们都缺蛋了。很深啊，四颗。OK。太深了，然后四颗结束了，让我四颗第一，谢谢你。OK， 对 ，OK， 慢慢继续生命。OK 啊，那个不是晚上在睡觉吗？嗯，早上啊。稀有 ，OK， 一样，热稀有，我凶猛。你有认真啊，白痴哦。结石大师，谢谢，一直都没。苏联的巨石，那干巨石。干你妹！那头直接破掉了。不过也刚啊。你现在是不是断底？是用几只起跳？我看一下。他只要太多，好像会互相减。对啊，哇，零秒，这我需要一只零磁条的怪。这个是稀有凶猛，等下这个防水性的，那你上。对啊，我要长眼狼身上有稀有跟凶猛，这就好。对，我就只要两个。可是不可能啊，一定会滚啊！你这个一定三个以上的、啊，对，那到时候做出来一定三个以上的、啊。没有啊，我稀有凶猛以后，然后我再去找，我再之后再去刷其他的啊，就再刷魔人龙那边。因为你稀有凶猛，但是你一定会有烂石条，你这个一定会有烂石条。对，难道要一只继承稀有，一只继承凶猛？会有、啊，那你去找一只凶猛的双珠啊！再赌一颗，这颗没有就先拔掉啊！
声啊，反正蛋糕不用钱。头痛。我只是想要一支强的格力分而已。是你现在要抢的格力分要干嘛？嗯，就只是拿来玩耍的而已。玩耍而已。对。嗯，其实，在打暗属性的怪，后面没什么东西，除非看之后塔主更新了。稀有凶猛拿到了。有了。是说来就来了，拿到你们两个都下去，换两个村民出来。村民，你的村民看得到的，你可以跟他讲话。我跟他讲话，他想，他会过来。啊，有三个人。等一下，我把帕鲁商人抓回来，你可以直接在这边买帕鲁。咖啡。为什么？我好像不要我卡帕格。我跟他讲话很好卡帕格，而且你他妈这个好像不会回来。什么意思？我已经看不到八卦的村民在那个小型村庄了。对，村庄现在没有人了。干完了，我那边还想说，靠呀，他村民怎么死光了？他们都在我们家。靠，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bug。那个什么 bug？ 对话的 bug。进来，我再进来一次。比较凶猛，然后接下来要用混沌骑士加黑铁鸟。喜欢八卦村民啊，在现实村庄啊，其他不然呢？不会啊，他只会在我的，他只会在我的终端里。我把帕鲁商人放出来，你可以去找帕鲁商人讲话。看一下在哪里。啊？还没看到。帕鲁。你可以跟他买帕鲁。你抓黑市的。黑市的好像黑市都有什么差别？啊？黑市的都有什么差别？差别。黑市。你也可以抓黑市商人回来。黑市有差吗？有啊，应该会固定刷新魔物。安静的。那个。哦。一反常态。加。我去生蛋，只能交配。你们别负责交配啊！儿子谁？那个混沌骑士。你的吗？你看一下我的混沌骑士。你会确认性别、啊？靠、啊，你这功德，靠不，积极不，积极不攻。干，再去打一次。再去打一次。没有，没有再打。我有那个，一般雷，我有母的雷子呢。有母的，有母的就好。积极互攻，敢确认性别，记得确认性别，看我别差点掉了。
他这样就是混沌骑士。不然你当混沌骑士。是你还是我的？哇，混沌骑士，我都挖矿了。抬不起来。哇，那射速，这个要重新用，再重新用。抬起来。还有。睡觉、啊。睡觉抬不起来，对吧？对。你要把它拉出来，放回去，然后那一瞬间把它拉起来，这样子。然后我要射的是魔鬼，那标记成到射出就好了。这混沌骑士射出这个技能，我要一个鼓掌，四个蛋糕，我要烤蛋糕了。去买，我去买那个蛋。那这我们连一般的商人都抓回来。你可以，你抓流量商人就可以。你直接抓商人回来就好。看你外商人都回来。奥兵全哥，我就小心蹲落把他从我们抓一走。是我错的还是树都不见了？树要抵挡，要抵挡，树还在抵挡。还在抵挡。没有啊。人呢？人呢？我要抓伤人。把智慧队引过来。你从那边抓啊！哦，我操！我来！从背后抓。认真，还是认真的商人，商人悲歌，给你的，我吃着火锅唱着歌，突然就被哈鲁哥抓起来了。被捕获的人，你要做啥？看你要长相怎样？我去，看一下，没错，给你买东西，欢迎光临，我们订了一些东西。来，你也做出来了？你做出来了？嗯。欸，他有什么事情啊？我看我刚刚没看，他有什么事情？手工艺啊，手工艺，所有的人类都是手工艺。我出来了，看到了，跑走，他跑去做手工，好鬼，出来了，那白痴哦。欸，他的鸡蛋有限，那鸡蛋是有限，是我身上钱有限，是不是？冷呢？他做手工，他是做手工，真的耶，我操！流浪他是用点的，他是用点的，好好笑。对，你这个是刚搬家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那个
我先看一下他们的蛋。看到吗？要干干裂啊！那有时候我要那个、啊，然后赶快升档。那多久能升？拜托，一次成功好不好？卡龙飞舞。魔音龙，魔音龙，拜托，一次成功啊！哇，你想要放那么多蛋糕？谢谢，真的。传说凶猛，哦，魔音龙是传说凶猛，不要吵。我要冥王，冥王传说，冥王传说，不该啊！我比较凶猛啊！不怎么凶猛，傻小啊！他自己刷纸条刷出凶猛来，干的！哎，不冥王，凶猛比较好，不是吗？不是啊，重点是我的苍焰狼，我要用苍焰狼跟明渊龙合出异构隔离分啊！然后我的苍焰狼已经有稀有跟凶猛了，所以我需要的是冥王跟传说。然后这样的话，那只格里芬就会有稀有、凶猛、冥王、传说这四个词条可以去刷。然后把这四个词条刷满，那只格里芬就可以再学新的技能，再把那只格里芬练完，那只格里芬就会变很强。我的暗属性就可以了，我选一个好一点的。那幻夜兽，幻夜兽真的是有时候他妈就给我停在那边了，攻击欲望一下，看这样有没有驾驶？他驾驶他还有肚子。放坑。蛋糕呢？但我觉得剑应该要前一期就给我。那我们前期真的他妈没有进账游戏，你在那放稿跟狗。我毛啊！啊，我毛的，毛那时候毛伤害低到哭出来。跟有跟没有一样吗？对啊，那个直接手气猛，你知道？还有那个电击棒，不错，又能做出来，真的是很好。电击棒只能给人家电手气吧？他可以给人家，他还可以电麻痹，他可以电麻痹的。是能打超多下、啊。对吧？那还我看用火把打人会不会烧起来？会啊。那我觉得火把他比较爽。你要看我们常驻火把是不是这样子、啊？可以上一下烧起来。火把可以照光，然后取暖，然后也可以打人，干他打架。家里有伤人，方便。在哪里？我也在那个。烧蛋糕好了，我烧一个，那在我的箱子前面搞。
这东西。滴滴。还在偷东西。超级男生的，认真接球，进了。下一个就是谁？对啊，帮我看看有没有说传说名，传说名王，来传说名王吗？哎，你没有当过魔人哦？我跟你一起打过，你抓过。啊，因为魔炎龙很早就收工了。魔炎龙那个太热金炼金术，自己一次还第二次就收工了，两次啊，第二次才收工。你要什么？那个分说明了。你都是什么？就像是拿拉队，然后什么的。三个。拿拉队三个。把黄金给你，黄金好了，让你变那个龙族，变龙族。因为我不需要魔影龙喵练。变相吃粉粉，打拉丁，超讨厌。乐色怪，乐色怪。好想看烧，好想在，好想在烧蛋糕了。看蛋糕的需要。我们就变成那个养殖农。藤岩龙的，藤岩龙，藤岩龙应该是最需要那个浓缩的。浓缩成四星的话，它的那个烧可以变成 level 5的烧。对，你升到你把一同一种怪升到四星以后，他的工作四星全部都会往上加一个 level。所以为什么会做浓缩？就是要做浓缩，原因就是因为可以让他的四星变高，工作四星变高。但其实游戏可以很浓很浓。很烂。这游戏其实，你光是那个什么？光那个金图纸，我就有点猛。金图纸融完，然后就要放龙那个龙怪的那个能力磁条，还要刷磁条干嘛？要等好久，那就在等，之后再等那个，等我的蛋吧。几点了？17分啊！干，我要收了，我要收工了。嘿，回去开车小心点。有啦，我有睡觉，睡些没事。我睡觉睡没什么大事。回去再上两天班，肯定。
或者是回去上两天班，认真来白痴来出来。不会，上两天然后再放四天，操！你还放四天？啊，上两，然后放两天，然后上四，上两天，然后放四。有传说明王，我就继续往下升。为爱鼓掌。你要服吗？不用不用。还是你先买，你买完就跟我讲，讲的好。哎呀，还说传说明王呢？开奖。没有。什么技能都没有，什么技能都没有，笑死！心态崩溃，我现在心态有点崩。破防，破防，破大防。然后档案先那个了。你出去的时候记得档案给我。嗯。